游戏吗？好的，现在要先跟各位有安可还有，但是呢，今天在台上不是只有我一位嘛，对不对？台上有三位非常年轻又帅气的乐手，我现在要来郑重的介绍他们。首先是贝斯手盛典，再来是我们的鼓手景安，再来就是今天的乐团的灵魂人物了，王立翔。昨天啊，据说观众席有一位，可能不止一位，可能好多位，就是拿着手机拼命拍，不是拍我，是拍他啊。台上三位都小鲜肉啊，所以谁会理我这一块腊肉？好，腊肉才有风味，对吧？去南门市场买就有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选自今年四月份天作之合的一出音乐剧，叫做《黑胶男孩》。刚刚的男孩不哭，叫你们，请你们起来一起跳的那首歌，也是选自《黑胶男孩》里面的歌。我要用这首歌祝福在场的每一位。不管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，你们是出自什么样的家庭，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多辛苦还是有多快乐，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也不管你喜欢的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做你自己。最后一首歌《雨后彩虹》送给你。
有罪名，让风波凉席，让他提醒。情敌的别离，明智的逃避，抹杀真实的你。让红光扬起，让它提醒，提醒。像彩虹般旖旎，做你自己。天作之合精美文件夹，工作人员将进行。